你有钱了不起，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你钱多的事可以随便瞧不起人，约定的事也可以任意反悔，简直爽翻了！你这混蛋！啊啊！胡萝卜，很想问，为何偏偏是这时候？我是多么全心期盼着这一刻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我在多年前做过的约定。我愿意放弃属于我的所有幸福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任意依恋，在中视。